是那个等于帽，他是那个黄白老板的姐姐，他只修会有人，他叫郭主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斑斑。斑斑，斑斑，你都喂他吃什么？我喂他吃肉。肉，你都养在这个箱子里面吗？没有。那你都怎么样？就给他养在家里啊。养在家里，还有，那你都喂他吃什么？肉啊。吃肉还有什么？鱼。什么肉？猪肉，喝猪肉。只有吃肉，没有喂他喝水吗？有啊，他都喝一点。喝很多水，那他你平常都跟他做什么事情？要带他去外面玩。去哪边玩？去篮球场比赛跑步。去哪里？比赛跑步，外面就。去哪里比赛跑步？篮球场。那马下国中篮球场。对。那边其他人看到他会怎么样？会一直过来跟他玩。那他会咬人吗？他现在不会了。已经不会了，以前会。嗯。你有被他咬过？有。他现在有多大？刚刚。这么大？以前你刚养的时候有多大？这么大，你现在画的好像看起来是黄色的，你的斑斑，对不对？你的豹叫什么？它事实上是什么颜色的？淡黄色。淡黄色，它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公的。公的，你们家人喜不喜欢它？就我喜欢它。只有你喜欢它，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喜欢它？因为它吃鸡。它会吃鸡呀、啊！哇，你们家还有养鸡哦？你们家还有养什么？养鸭，它会不会吃鸭？会啊。哦，它会不会偷吃别人的猪？不会。不会啊、哦。它会被猪攻击，因为它比猪还要小。啊，还有吗？你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它很喜欢爬树。哇，你的豹还会爬树啊，很厉害。有啊，它会爬树。还有呢？它喜欢。跟我抢肉吃，跟你抢肉吃啊！我还敢跟你抢肉吃啊！还有人，还有